我繼續開足球卡，今次開嘅就係 Match Atlas， 係 Tops 出品嘅。咁就係咯，每一包有七張啦。我哋今次係 Season 19-20嘅。我事不宜遲，睇下第一張。仍然睇住呢個，仍然睇住啊！啊，邊個睇佢兩個係幾好？今次係咩球會咧？我哋今次係曼城嘅中場。誰啊？看看啦，肯定不會是他兩個了。哦，都是出名的球員，比利時的朱古力，奇雲迪布利，白朱古力，攻擊86，防守60，是很強的中場啊，出曬名啦，所以都值成10 million嘅。咁就35場入5球，咁睇下啦。迪布尼最強呢係啦，真係佢嘅 pass 同埋佢個 skill 係最高分啦。pass 有90，skill 都差唔多有90，有89，係啦，真係好強啊！雖然唔係張閃，好，我哋再睇下一張。好出場，啲咩隊呢？你睇到啦，多蒙特中場，嗰個係邊個呢？我嚟睇下。哦，係佢啊，中場 ，Kelefe， 巴特。因為我頭先見到有個人復咗，我截咗單。咁就我覺得 OK 咧，飛啦。咁就身價都係得個6 million。咁就21場入咗1球。如果有啲你 send 咗，唔知有冇啊？邊位球迷中意啦？可能冇，咁就多多得罪啦。我覺得係 Kelly 飛，可能有啲人中意就唔係 Kelly 飛。咁就攻擊有74。後衞40，因為我見有後，係啊，因為我防守有40，好，緊嗰啲我開就其他能力都係一般般啦。咁就最強咧 ，pass 咯 ，pass 有77。中場嚟講麻麻地啫，你睇下隔離嗰個奇雲迪布尼個 pass 90，如果相比真係爭得。天同地啊！有冇會請呢個啦？因為呢個即係600萬嗰個要慳成400幾萬喎。但靚仔好多係咪？但係個下手都攻擊得好犀利。慳400幾萬可以做其他好多唔同嘅嘢，例如咧請多個球員，買埋哈利卡尼翻去啊！買卡，喂，再開拍 YouTube 俾大家睇。係，再加埋啲雲迪，即刻可能真好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，拜拜。